样的。整个是蓝色变白色，拿出来看看喽，会不会拿出来？它粘着一块蛋，好像双色口香糖。哇，烂掉了。好疗愈的感觉哦！好疗愈哦，我也要。外皮脆，里面是软，那有双色的。我去啊，好神奇的感觉哦！比另外一种材质的史莱姆，好像是鬼口水。哦，它裂了，它裂了。Oh my god， 裂了！裂了！摸起来好像史莱姆哦。它开始融了，被分解的青蛙。原来史莱姆冰果是这样子的，人类冰果之后会裂开，还会剔哦。这就是今天的一探探实验。如果还想要看我冰什么的话，在下面留个妞妞说，妞妞下次就会冰冰哈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妞妞 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。还有，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妞妞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。妞妞还有第二频道叫做妞妞常识矿，这里在订阅，这里锅里面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